小田你慢一点，他没套好，你再进去。那不过来啊，不过来，不打劲了，不打劲，不打劲，他自然停的，是吧？哦，啊，他车都是停的嘛。哦，这等他吧，就是每次都这样。快，搞起来！搞起来啊！来了，他举来一下一堆木头。哎，好亏了，咋的可以好嘞？好亏是好亏，要不是嘞，还拿了三千。行。